特别的 vlog， 因为今天我要去我阿祖，那你们懂阿祖吗？阿公的妈妈。那我这代的话就是第四代，然后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我们就要帮他庆祝。作为一个会剪辑影片、会拍摄的我嘞，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就想要把它记录下来。加上我姐姐已经生了孩子，所以我们的家谱呢就已经是五代同堂。然后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难得的机会，加上因为我已经很长一直来回台湾，这样子已经很少见面了，很想要把这整个过程记录下来。然后今天我就邀请了蔡昌永，要他帮我记录这整个过程，帮我阿祖拍一些很漂亮的照片，帮我们拍一些全家福。如果你们有关注我一些小影片啊，或者是我的小号，就会看到很多我跟……等一下再讲你好吗？不要先抢镜，就会看到一些我跟阿祖的互动啊。我跟阿祖的关系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很亲密。然后今天陪同我庆祝阿祖生日的还有后面两位，是佩玉还有长乐，他们都有看过我阿祖，你看过我阿祖吧？对，他们新年呢、啊、都会有见面这些的。哎，可能这个 vlog 会很短还是怎么样，但就是一个我很想要纪念的过程。哪里会短？你这样讲就两分钟好了。宿舍影片那么好看，我们都不会。宿舍人又漂亮。好了，停止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前往阿公的家，因为今天是在他的家做 party。阿祖，坐起来。阿祖，立即。坐。好了。阿祖 rap。哎，等下你们就要这样子称赞我阿祖哦。然后我阿祖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他不会讲华语，所以他只会听福建话，然后华语真的只有一点点。我会讲福建话。我也会讲、啊。对，哎，佩玉生日快乐怎么讲？阿祖新年快乐。啊，新年快乐。身体健康嘞，身体健康啊，身体健康健康。我已经到那么大了啦，我的福建话还是有点就是不是很好，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我妈妈在跟我翻译啊，或者是我还有一点记忆这样子沟通。等一下，今天我又多一个翻译者啊，真是太棒了。叔叔，你这个影片在拍上去哦，三分钟都在讲话。没关系，就是我大概交代一些事情而已，怎么样？大概给你们了解一下，等一下的状况，就是都会是讲一些福建话这样。好，聊我们发地见。佩玉会跟我们来呢，是因为这里有超级多食物，有食物的地方就有佩玉，有佩玉就有食物。对，超想吃鸡腿。哇，你好配合、哦。我会做效果吗？一片一关，佩玉真拿到碗。这就是我可爱的阿祖。每个来到亲戚家都会跟太久没有见面了，所以就会有些。不会尴尬，你看像嫦娥这样，嫦娥是很认真在吃西瓜。重点是不管嫦娥是嫦娥管吃我什么。阿基，来，都是你弄的。啊，我弄的。哎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呀，谢谢。燕子，嗨。嗨。做做绳子，你要讲讲，跟做讲，快点。一家更小。快点，快点，你讲。怎么走音了？Happy birthday, 左左，然后嘛，阿左，阿达，阿达，阿左听嘛，喂，左这边夸我，我的红包诶，红包，是不是？开是不是？阿左叫我，阿咪，姓叫什么？金嘛，金，呀，然后咯，阿左超敷衍，阿左是弄的，没有，漂亮，哦。那种都有感觉。我们要教阿祖拍照是有点困难的，要一直在耶，阿祖怎么去？这是我最神经了。一、二、三，引到这里。现在呢，就是第五代同堂的照片，这个是我二姐生的宝贝。帮阿祖吹蛋糕，过去吗？十分钟感觉可以啊。太多了，太长了。要搞乱，要排不好看的，可以吗？好看，要整个水耶，水查甫，你是水查甫。好啊。哎，那个你是他弟弟吗？耶，小宝。长乐的弟弟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阿祖快乐。
生日会。阿妈是安尼吃了阿妈，吃一个。哎，就跟人翕相啦。哎呀，我不看你相啦。哎，叫什么名？哎呀，叫什么名？朱朱朱朱。哎，台湾的朋友。啊，我台湾的弟。拜拜，你哪一家？拜拜。啊，拜拜拜拜拜。